生气。那是人的关系吗？对，这样这样子这样子过这样子。然后这边的大家要自己注意呢，因为这边很容易要重新。过去。上面要有一个不行，我要上。不是不是，你要先回去，绿那个黄色那个要先走回去绕到上面去，你的东西在上面，你要推的东西在上面。没办法，悟心，悟心要先，没有没有，你不能，你先往后跳，你先往后跳，你先跳上来，然后你到绿色的后面，你到绿色的后面，你往回跳一个，你往回跳一个，你往回跳一个，我都上来。悟心，你要不要先往右边推一点点？你先往右边推一点点，再往右边推一点点。为什么红豆一直回来啊？你在干嘛？因为我被镜子挤下来哦。哎，你给我下来，上面那个。哎、欸，你干嘛把钥匙拿走？结果红豆从头到尾没事做，他是负责来拖后腿的。我干嘛？哎呦，六号下来了。那六号是谁？杰森吗？我、哦，对对。我要上去。其实说实在，如果他讲我的那一刹那，我没有看 Discord， 其实我分不出来这个人是谁。A few moments later，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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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let's go。啊，错了。Level 1 dash 1 Ready to go 有人就马上摔下去了对一片青青草原哇哦也是我现在人还是在这边的没错你回来了按 W 按 W 按上按上按上上过 W 就可以。对呀、啊。噔噔噔，我半个小时卡在第一关。Much later。啊，第一章这样解完了。没错。是第一大关了、啊。我跟你讲，你千万不要祈求更多关卡，你真的不要。就是啦，我神结了啦。结，走啊！走啊！结。可以，这样怎么走？上去，叠上去。不要太高吧。不要太高嘛。啊、哦！快要死了。好、啊、好，快要死了，快要死了。准备。一二三，跳！不是。啊，你等一下要瞬间下去哦，你要瞬间下去哦。好、哦，可以。好。来哦。对，毁灭列车到达。耶。开门一下，谢谢。卡住了。不要挤，能挡住。彩票还是可以买的，姐姐。彩票我只要买。好怀念哦，那个火山冒险村，我觉得我们可以找时间来玩。火山什么？聊什么？鱼竿的地图。啊，你会缩小、啊？哦。哦，我要缩小。我们要缩小啊！缩小要缩小。我要缩小。太大了。把自己放大、啊，急剧化、啊。没有，这不是，叠上去，叠上去，你太大了。变成放大就好了。你在下面负责放大。可以了。等下，你下次。没有，我们先，不是啊，我想要缩小过不去啊。谁没有推？没有，是因为你人要有那个在实际上推的动作，要不然不行。对，不知道是谁没推。哎、欸，等一下，你要给我缩小一下你们。走，那走没有用啊，走不了、啊。你不用缩小，直接钻进去就好了。是什么？啊，不要跳到。哦。奶茶，我要跳。红豆在干什么？红豆，你的英文呢？他英文也要听，会听中文呐、啊。他那边写的懂他去爱就讲。等一下啊！不然我在下面，你们先跳过去。谢谢。哎，这个就是红豆的问题啊！这个就是红豆的问题，你根本没跳啊！你没有，重点是我们看着你踩下去了。第一个人先当他那个踏垫的、啊。哎，你走出过去干嘛？
好难哦！我跟你讲，这个难度完全是建立在自己跟队友身上。我没有踩到，你踩到了。先过，我要进门，我跳喽，我跳，好跳，哎、欸，你不要往回走啊，吓我一跳，差点被你一个回马枪吓到，来走，你们走，我最后，哦，完美，哦。哇！这样子好惊喜啊！你踩到直接惊魂，你踩到直接惊魂，就哦！你可以踩他的头，可是不能够跟他面对面撞上。你可以踩他的上面，可是跳上在毛毛虫，可他却有史莱姆的感觉。小心哦！再跳！哎、欸啊，停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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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弹簧会耗体力吗？我觉得会，会。那個、好像是跳就知道啦、啊。那個、好像是跳很高嘞。你等我们人都是过去好不好？哦，一次一个，一次一个。下一个。飞高高，高高。对啊。停停停停停！没有人在动，没有在动。好，三，七三二。要不要先让那个、啊、有钥匙的先走过去啊？对啊，不要再走了。耶、yeah. ！我都先进去啊！你要耗体力是不是？你想要耗体力是不是？干？你怎么知道我想要干嘛？看雷暴。体力值是一起用的吗？没错，我们是气人一体，当然是一起用的、啊。我怎么没在对我大叫？可是我觉得你好像不是一起用的鸟。你是里面的癌细胞吧？我是啊，蔓延了。工作细胞，我就是癌细胞。喂，我全貌。我们老了、啊，需要一起慢慢动啊。哇，二楼是方块。怎么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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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空白键。哦，空白键，空白键。终极的剑，那个造桥大师来了。我好像不用动嘞、欸。我救命啊！完蛋了。完了，你们那边？我们走的越积越多。没办法，到那里。值得，值得，值得。来个喵喵顶。人卡住了。值得，值得，值得去过去那边帮忙。这三个。不要再顶啊！不要再顶啊！完了，重来了。哇，有了！哎、欸，够、欸欸欸、了，结束了，要死了！我赶快离开这里，我赶快离开这边。右边超崩了啊！右边超崩。大丈夫的，問題ない。走开！又来，有人插进去一下吗？谢谢。这里给我插进去。你，哎、欸，拿，你。你干什么？为什么我卡住了？那边那个放下去的，哪边哪个放下去啊？就是那个、啊，没错，就是朗文大师。太强了！怎么红豆有那么高啊？天哪！红豆有三高啊？没有。哦、他那玩了，走过。像有变快的感觉，對對對，他本来就一直是加快速，哦，可以了，哎、欸，可以了，哦，还好，我在追到峰峰那边也盖桥了，再来，这个，哇、哎哎哎，好快哦，好快哦，他会动哎、欸，他会动哎、欸，我左边是老米，右边是乌米，左右为难，上面是洛林，我要怎么走、啊？左右为难啊，啊，太难了。啊、要确保所有人都有空间啊！我就只能在最前面了。我知道，
砰砰砰！我怎么回事？砰砰砰！砰砰砰！后方有乱流啊，尾流。有人抓枪。可是这个至少比想象中有趣，就是它很直接。哎呀，不需要动脑筋。有种那个，有一种那个，就是那个对吧？又有人上校的。你说的是那个对吧？那个。月老给你的命运了。What the fuck？ 月老没有啊，老正啊，上啊！哟，这不是一个重点，有没有男朋友不关我事。你说月老，月老不都是缘分的吗？然后月老不是拜缘分的吗？他是拜缘分。再说一次啊！他是拜缘分的。你再讲一次，等一下你再讲一次。他说什么？你再讲一次，你要不要再讲？他刚讲好了。说什么？他说你可以再讲一个。害怕。你在说什么？你要不要听？那你刚刚在说什么？我刚突然感觉到很明显的卡顿，好糟糕。所以他是不是在？我刚没有、啊、这样的意思的话。我的梦想是开上面。后宫佳丽，哎呦，哎呦，后宫佳丽，可以过了，可以过了，进去啊！红豆进不去了。老米是后宫佳丽三亿的。红豆小心要进来啦！然后后宫进来，你要不要进来先？我不要，你已经进去了不是吗？噔噔噔噔，快冲！跳啊！用你的生命跳啊！哎，你用你的生命了。他献祭了他的生命。对，这是用生命跳的。我彻底达成，用你的生命跳啊，跳啊！一个，那个红豆一直在那前面那往这边穿。Don't push.push，push， 加油！啊！来！不要再喝奶茶了，你前面没有人，你应该看前面没有人，我怕死了。请回放 BOD， 他前面并没有人。你前面没有人，后面那个人。停！好，不去，好，慢慢。踩头，对，都踩头了。一个一个过来，哦，过了，开门，耶！
哒哒哒哒，三个小时，夙愿。你要知道，我们还不是所有的关卡都玩完的那种。够了啦，反正这个这样子、啊，我可以跟你讲，你现在看那个跳那个球那个一定是那个比这一关还要靠北。这一关是最靠北的。不要乱动！等，你冷静，不是这个人数越多，其实是越难过的东西。这是人数越多越难过。这个精华是要怎么剪啊？没有，你只要看一大人在惨叫就好了。留五个吧，还是拉回来？不是，一直下去。我下去一定拿不到，我跟你说。可以啦，好，下去。因为是你要先下 ，OK， 可以。太快了！我说这个，你说拿不到。